智能身份证以一种非常耐用可靠的物料聚碳酸不碎胶制造，并以激光黑色技术印上卡面资料。由于资料以激光黑色技术印在卡的不同层面上，任何人试图篡改卡上面的资料都会留下明显的损坏痕迹。很多市民都希望知道怎样辨别身份证的真伪。在众多的防伪特征中，最容易看得到的就是晶片旁边由光学变色油墨印制的三角形。在不同的角度观察下，你会发现它的颜色由金变绿或者由绿变金。其次是在卡的左下角的多重激光影像，由不同的倾斜角度看，会看见持证人的相片或者身份证号码。在多重激光影像的左边，由不同的角度看，红色大街字母 H 或者黑色字母 K 会交替出现。如果身份证没有这些特征，又或者特征不能够清楚显现，市民应该加倍小心，同埋立即同入境处联络。